哎，你要摔死了啊！没事，我要抽暗夜，这叫一命换一命。略感疲惫。好，看好了，断刀冢，这个是万叶有人的墓，在这儿抽万叶，万叶一定会过来看他有人的。哼，所以是万叶有人让你去保底的吗？没事，只是万叶来迟了，但是并不代表他不会来。总会有地上的生灵敢于直面雷霆的威光。在水上被电是437，怎么用雷系残血互相放技能电，谁输了谁就是谁就是儿子。还战，你有小艾米，我也有啊，而且你确定跟我玩弓箭吗？我曾经哈哈可是玩那么极右手小海一哈哈哈哈怎么继续说啊。好，很好，你完了，我换人了。剑光如我掌，人呢？过来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对，就现在，来！什么？啊！因为伊拉，我手上这把还能怕？啊！小妹妹，别走，雷泽哥哥来喽！我操，你别过来！在水上被电437，怎么用雷系残血互相放技能电，谁输了谁就是谁就是儿子。还战，你有小艾米，我也有啊，而且你确定跟我玩弓箭吗？我曾经哈哈可是玩那么极右手小海一哈哈怎么继续说啊。好，很好，你完了，我换人了。剑光如我掌，人呢？过来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对，就现在，来！什么？啊！因为伊拉，我手上这把还能怕。啊！小妹妹，别走，雷泽哥哥来喽！我操，你别过来！我看了看你这是本地吗？啊，本地。来，你打高的给我看看，随便你怎么打，随便你怎么打，随便我怎么打。你说的啊，是西岸巡旅吧？此生之旅者，量子之海大师的第一个旅者，西岸。来，没事，更正经的还在后面。这个西岸有两个形态，一个是伤害辅助，一个是软化输出。来，你选，我用那个给你打一遍，展示一下伤害。我还是选辅助。明智的选择，辅助伤害确实是一点，也就是不到8500万吧。要不要入坑啊？我带你玩。作为希尔厨呢，你应该是不会拒绝这自带花架的希尔吧？哎，掉线了。同时呢，也跟大家说一下，这是中烟之后呢，第一个由量子之海孕育出的绿者。这一款新娘，相信大家懂的都懂啊，无脑冲就行了。另外，如果你感觉你是萌新跟不上进度也没有关系，直接期待一首新的主线、新的篇章，根本就不会妥协。你这有俩奶妈了，你再去抽一罗刹不行？有必要？是不是？你看啊，你一个 CE 可打10000吧，你四个 CE 可打40000吧，但是血量只能减15回合吧，也就是说你加起来只能打20万。但如果说你带三个奶妈一个 CE 的话，你打100回合，你能满血，还能额外打出100万的伤害。我操，实战上都很强。哎，不是啊，不是不是吧？你看啊，你抽罗刹，罗刹可以对敌方展现一个结界，你只要打敌人一下，你就能自己回血。你残了的话，罗刹还能自动再给你回血，而且还没有次数限制，也不消耗战绩点。我操，多牛逼！哎，不是，我想告诉你，罗刹的大。停停停停停！我想告诉你，就算是你打的神龙宇宙啊，敌人会随着辅助数的增加，不停的给自己上 buff， 对不对？那要不就能一拳子给你从线中干到一把车吗？我想说的就是这个，罗刹的大也能够清除对面的增益效果，你让他加呀，你升八倍，怕什么？到时候三打一个 C， 哇，什么 boss 打得死你？真的吗？那肯假的，罗刹奶量很大，但罗刹就够了啊，你那俩奶妈白收了。那你看喵，你在干嘛？我找不到路，我要打这个。不是，
游戏黑洞，我操，游戏天才，这是策划设计好的，你得去开机关去解密。你凭空打，我的天，凭空打怎么可能打的？拿刀了。我不想跟游戏黑洞在一起玩。你刚刚还说我是游戏天才、啊。真正的游戏天才呢，一下有一个就够了，那就是我，学练速刷3-3，看好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是怎么做到选了训练命途，但是抓不到训练的？你是在做节目效果吗？我在做节目效果，是我刷不到吗？那是我选不到吗？是刷不到啊！没事，只是激活不了这个命途规则，少一个而已。真正的游戏天才，无所谓之。拿他杀，蹲大。是不是直接跳也跳不上去？其实也能，你只要操作好一点。我操！都想你为什么会有那一刻？啊！想这么多关吗？麦克拍一首。哎，还差五个，第五个在哪里？啊、在哪儿、啊？知道，别问。不、哦，还有个蓝色冰柱子没点。这什么东西？你好啊！地区，我受够你们这是老六做的地图了，我天眼力我一定要加入你们。我要做地图，坑迷友要看起来很难，但首先看起来是一条路走到黑，但是只要掉下来，过我马路上两个选择，红过去了，红色激活死门，两个大 boss 外面蹲你，极其危险啊！但一会儿命无选择怎么办？还有一条选蓝色怎么办？所以蓝色激活另一个死门。另外，你以为这些道路啊就是安全的吗？你是不是想坑我？二，好，跳啊！啊！你在干什么？对，上去，可以，一次也过了，我测试速度飞了。你笨。然后呢？这个地方是直接跳上去吗？感觉有点远、啊。没事，不远，是这样。你这么没下去？啊，没关系。你看下边落地是证明了什么？美好的一天从抽到银狼开始。呜、哦，冲击了！啊！别歪！哇！我有银狼了！没有歪，看到了吗？没有歪。不，你跟了谁的号？我的号啊。这是我号。一切美好只是。你等会儿给我抽，抽不出来，你号是我的。啊。10发，20，等等，别急，我运气相当好，我告诉你，一定能抽出来的。32，等等，我换两张票，等一下，差评出来，等一下，我操，你还有，啊！你看，就是对吧？对吧？抽出来，我告诉你，我活下来了，我活下你了，我活下。你给我来！抽罗刹，是抽！哎呀，我再抽我就三个。怎么可能三个奶妈？不是，怎么不可能？啊，我一个白鹿，啊，一个奶趴下。停，罗刹是奶爸呀。练练池子嘛，你刚抽了一个，你抽得到吗？你练。啊！突然感觉到哪里不太对劲。你的阵容有名字了，就叫什么？老不死阵容。抽卡居然要画猫，哇，那我可是顶级画家。你画的这是什么？哆啦 A 梦，机器猫啊！啊，这太什么笑话了吧你？就你这还想抽白起？白起是谁？秦一国战神，你要画一个猛一点的猫。哦。猛一点的猫，加菲猫很猛吗？胖就是猛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
你觉得像不像吧、啊？不是，你这样怎么可能凑得出来啊？白起啊，秦国战神，百战百胜的角色，你这是什么？来啦啦啦啦啦，黑衣放金帐，百战秦朝，黑色为尊，黑衣放金帐，出了。哎，这有辆车！哎，有辆车啊！哎，喇叭大王哦，你看我这喇叭贼强！不是你不开车吗？啊，哪有车？真的好无语。一会儿你看上文嘴啊，我来输出。咱们宗旨就一个字儿，行吗？哎，吃瓜别吵吵！哎，我就是瓜不算错。哎 ，since 漂移，你有没有见过？自由是最热烈的远行。没事，每个人都会犯。啊！我上车了。我没了。没关系，咱们打的主要是靠技术，装备不重要。这三个怪里边打，我来给你展示一下我的独门秘技啊！静妖魔舞。